5月8日，李允参加某活动结束与粉丝合影，照片中的他穿着粉色皮夹克，亲切地和粉丝拍照合影，超级接地气，头上别着发卡，造型减龄100分。路人镜头下的林允颜值也是完全抗打的，手捧鲜花，少女心满满，一边走路还不忘和粉丝打招呼，笑容甜美，亲和力十足呀，粉丝纷纷大呼，这简直是小仙女本人啊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